全球有超过4.6亿的人口罹患了糖尿病，因此有生技集团与医学单位合作，针对了糖尿病有进行超过10年的研究，并且开发出了机能食品，当把人体临床实验结果发表在国际期刊上，展现了医学成果。糖尿病患者为了控制血糖，需要合并药物治疗，却还是有血糖控制不良等问题。生技集团与医学单位合作，针对糖尿病患的血糖做研究，发布临床试验结果。针对这个生态类的保健品，我们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研究，发现它可以作用在我们糖尿病的致病靶点，也就是胰岛素受体上。这个研究成果我们也发表在今年的 Nutrien 营养素的期刊，这是一个国际知名的权威期刊。台湾医疗团队在糖尿病医学上再突破，并开发机能辅助食品，而这些都必须经过多年的临床测试。我们并没有放弃，重新去在人体上去验证，双重的验证之下，我们有 ISO 有各方面的品质之外，我们能够对人体健康真正有所改变。这个研究当中，我们获得了世界三大的发明奖，然后也在这几年当中获得了19张国际的专利。利用苦瓜生态研发出的保健品，市面上琳琅满目，但都未必有真正的活性成分。专家提醒消费者要睁大眼睛，注意专利认证，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东森新闻李文清、陈如意在台北的采访报道。苦瓜去籽切片榨成汁或熬成苦瓜汤，具有降火功效。现在国内医疗团队研究证实，苦瓜萃取的神台物质竟然能成为糖尿病救星。无论是第一型或第二型的糖尿病，它都可以有效的下降血糖，大概从2-3成到5成。苦瓜中的神台物质能牵动体内脂肪代谢，稳定血糖。研究发现，吃下苦瓜生态，饭后2小时血糖降了53%，咽部病变风险也能减少5成。应该是接近在7周到8周以上，会达到这一个稳固的结果。不过要萃取出这些物质可是不容易，320公斤苦瓜才能炼出1公斤生态。尽管苦瓜生态虽证实有降血糖功效，但并非吃苦瓜就能控制血糖。因为它的纤维素也蛮高的，你吃不到那么多的量，所以它才需要经过生态的萃取。医生建议有代谢问题疾病患者不宜吃过量，要配合运动，按时看诊才是对付糖尿病最好之道。三立新闻郑彦龙、邱子林台报道。糖尿病排名国人10大死因第四名，平均每小时就夺走1人性命。根据 IDF 统计，目前全球有4.15亿人罹患糖尿病，伴随着糖尿病而来的并发症是最令人感到恐惧的。肾脏病变可能让你终身都必须受洗肾的折磨，另外还有神经病变、失明等并发症。糖尿病现已逐渐年轻化，究竟什么原因造成糖尿病？在面对未来糖尿病治疗的医学上，又有什么惊人的发现呢？常常会觉得肚子饿以及口渴吗？吃东西再多却常常觉得饥饿，水喝得再多再猛却还是容易口干舌燥，上厕所的频率增高了，无论怎么吃都容易肥胖，怎么办？但是到了后期，即使食量增加，体重却以令人感到意外的速度减轻了。不要怀疑，你可能得到了现代人最常见的慢性病——糖尿病。依据国际最权威的糖尿病联盟 IDF 于2015年世界糖尿病日公告之最新资料，全球罹患糖尿病患者数量达到4.15亿名，这数据还不断的在攀升，预计在2040年会突破6.42亿人数的高峰，增加55%。目前，台湾罹患糖尿病患者已达到178万人，占台湾总人口80%多。但这些数据尚未包括仍不知道自己已经患病的25%至50%人数。目前，全球每年花费在糖尿病的医疗支出为6730亿美金，更是占据台湾医疗支出金额将近20%。在总数350亿元的健保给付经费中，占据1/4左右，排行国人最花钱慢性疾病第三名。世界卫生组织更借此呼吁全球采取行动击败糖尿病，糖尿病俨然已成为威胁全球人类健康的可怕敌人，同时也成就出糖尿病预防医学领域的重要性。
如果你有啤酒肚、位于线、BMI 大于24、男性腰围大于90公分、女性腰围大于80公分、常常喝含糖饮料、吃的太油太甜过量，以及经常的久坐不动，这些都是现代人最常见的症状。大家可以检视一下自己，如果你有以上的症状的话，那你有可能就是糖尿病前期的危险族群。因为糖尿病前期通常血糖还没升高，但是体内的胰岛素已经上升了，造成我们体内的血糖代谢混乱。然而大部分民众通常不知道自己已经是糖尿病前期的族群，等到病发时才发现其实已经错过了黄金时期。在这黄金救援时期，其实可以利用饮食、体重及运动的控制，在不需要服用药物的情况下，再加上良好的保健品辅助，将血糖控制到达标准，其实是指日可待的。由于糖尿病的人就是体内对血糖代谢的处理能力已经不好，如果长期利用药物来替代这些处理过程的角色，当然会产生依赖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由于这些处理过程大部分都在消化系统完成，所以副作用也多半出现在这些地方，如食欲不好、腹胀、腹泻，也出现少数肝中毒的案例。除了这些化学药物必然会增加肝脏、肾脏的负担外，另外口中金属味的困扰、头痛也是常见的副作用。饮食西化，生活形态的改变，缺少运动导致体型容易变胖，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21世纪最大慢性疾病糖尿病是如何发生？我们每天摄入过高的碳水化合物，特别是带有糖分的饮食，如含高淀粉的米饭、甜点、饮料等，经过消化道后被转化成为葡萄糖进入血液中，再由血液输送往人体各处的细胞，作为该细胞产生能量的能源。葡萄糖要进入细胞时，胰脏会感应到血中的葡萄糖浓度上升，进而分泌胰岛素，与细胞表面的胰岛素受体结合，打开葡萄糖大门 GLUT4， 让葡萄糖进入细胞被利用，产生人体日常所需的能量。糖尿病已发病的成因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型糖尿病起因于胰脏的 B 细胞无法发挥正常功能分泌胰岛素，因此血糖无法被调控，通常由遗传所引起，约占总发病率的5%。治疗的方法相对比较单纯，一般会直接定时注射胰岛素。超过95%以上属于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的成因主要是由胰岛素抗性引起，身体虽然有分泌出胰岛素，但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起因于细胞膜上胰岛素接收器损坏，无法跟胰岛素结合产生对抗，不再相互结合去打开血糖的通道 GLUT4， 让血糖进入细胞被代谢利用。反之，胰脏却持续感应到血液中的高含量血糖时，不断地制造并释出更多的胰岛素，试图与胰岛素受体结合。这重复的过程长期下来，造成胰岛细胞过劳，久而久之再也无法产生胰岛素。这是一个同时把细胞上的胰岛素受体与胰脏同时摧毁的生理机制，称之为胰岛素抗性，也就是二型糖尿病的主要成因。二型糖尿病的高危险因子包括高糖分、油炸、高油脂等不良的饮食习惯，肥胖、吃多却动少，导致摄入过量的食物，产生过多的葡萄糖，让太多的血糖滞留在血液中，但却无法被利用而产生能量。无奈这些都是现代人常见的现象。第二型糖尿病人至少有2/3的病人为过重或肥胖。近年来，饮食精致化与肥胖年轻化的趋势也反映在糖尿病发病年纪有日益年轻的趋势。预防糖尿病是全民刻不容缓的课题。过去学界曾猜测苦瓜中含有能降血糖的小分子蛋白生态，也就是所谓的植物胰岛素，但一直没有找到，只好转而搜寻其他非蛋白质的有机分子。陆续在一些研究中发现，从苦瓜中可以分离出一些三萜类的化合物，具有降血糖的功效，但成效始终不如预期。随着检测仪器的日益精进，科学家们终于发现苦瓜中确实含有微量的小分子蛋白生态，对于血糖调控扮演重要的角色。此一发现引起各方学界积极投入对苦瓜小分子蛋白生态，也就是所谓的苦瓜生态的研究。国内医学研究团队领先全球，揭开了这个苦瓜生态的神秘面纱，不只证实苦瓜生态的降血糖功能，更重要的是独家鉴定出苦瓜生态的生态序列以及苦瓜生态的作用机转。如何成功击败糖尿病已成为全球健康医疗政策的首要之务。
全球顶尖医疗研发团队莫不竞相投入糖尿病预防医学研发领域，最终由中部的医学团突破性的发现苦瓜生态惊人的降血糖效果。百年以来，在对抗糖尿病这个疾病上面，唯一可以有效的针对这个疾病的致病靶点胰岛素受体上面，就只有胰岛素这个药物。其他的药物大部分的话，就是在辅助胰岛素的效用，或者是促进胰岛素的一些分泌。保健食品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效果，虽然拥有明确的血糖调整效应，但是并没有作用在这个疾病的正确的靶点上面。我们这个苦瓜生态最大的利基，就能够有效的针对糖尿病最主要的一个基因靶点胰岛素受体上面发挥很好的一个导控作用。我们实验室在这个苦瓜生态上面，是基于过往在整个中医药非常庞大的一个经验的上面，配合现代的一些基因活体的一些靶点分析系统，有效的分析出来生态，尤其是苦瓜的生态，它可以有效的结合到这样的受体上面，希望这样的一个苦瓜提取生态未来可以应用在糖尿病，包括食品原料，包括保健食品，甚至包含新药开发的一些明确的一些生物医学应用。在国内知名的医学单位多年的精心研究，苦瓜生态在稳定血糖上有国际期刊发表的证实，多国制成的专利在糖化血色素及抗发炎、降皮脂、稳糖都有很好的效果。历经于十年的研究历程，以及数万次的筛选及试炼，终于成功从苦瓜中萃取出全球唯一能够专一性结合胰岛素受体的天然植物类胰岛素——苦瓜生态，具有显著的降血糖功效，堪称是糖尿病预防医学界的大跃进。成就医疗研究团队研发出令全球医药界惊艳之卓越成果的重要推手，则是一家坐落于中部科学园区的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由国内多位生技保健原料界顶尖的研究学者、制程工程师、国际整合行销专家所共同集资创办，不仅拥有尖端的研发实力、先进制程技术，更拥有充沛的全球行销人脉及通路资源，为一家集合创新研发、生产制造、全球行销专业于一身的顶尖生技公司。我们绿茵生技是由国内多位生技保健原料领域顶尖的研究学者、制程团队、国际整合行销专家共同集资创办。它的最大特色是网罗来自国内产经学界的顶尖人才及创新研发、生产制造、全球行销专业于一身。我们拥有国内外数十项的制程专利、应用专利，以及造价数亿元的高规格 TQF 厂房、生产研发设备、品检设备，以丰富的国际行销经验，融合尖端的生产技术力，提供客户多元的国际级生技原料产品开发服务、生产制造委托，让海内外的客户取得优异化、差异化的竞争优势，超越全球同业，赢在国际舞台。镜头来到绿茵生技位于中部科学园区，耗资数亿元打造，通过 FSSC 22000、ISO 22000、HACCP 和 TQF 厂房等高规格食品生产证照的国际级厂房，在这里以符合国际买家严格要求的 TQF 厂房建构，搭配顶尖制程工程师的严格制程把关，以及品管工程师滴水不漏的品检把关，生产出拥有国际一级品牌及高格局的优质产品，让公司即便身处全球生技原料市场激烈的竞逐战中，依然能进军国际主流通路，开创生技保健品原料业的新蓝海。全球市场在早年都纷纷投入研发调控血糖的产品，但效果并不理想，就是因为市面上用于抑制高血糖的天然素材多为刺激胰岛素分泌、增加胰岛素的活性及在消化道上阻断糖分吸收等三种作用。试想，如果加重食用刺激胰岛素分泌的保健品，不但更加重胰脏的负担，加速胰岛素的枯竭，更让糖尿病恶化。一旦胰岛素骤降，那设法增加胰岛素在细胞内的活性也失去了意义，而阻断糖分在消化道的吸收更是杯水车薪，效果极难呈现。研发团队科学实验证实，由苦瓜取出专利定序的生态物质是天然植物的类胰岛素，为全球唯一能专一性结合胰岛素受体，开启血糖通道，有效控制糖尿病并发的重要靶点，降血糖的效果非常的惊人，可让血糖安全降低53%，糖尿病闻之色变的眼部并发症也减少了50%以上。这一项糖尿病预防医学史上的重大发现，是由研究团队历经数万次的复杂筛选，利用先进的光架桥质谱分析技术，鉴定出苦瓜萃取中的特定序列生态片段编号17-21、34-40、59-66等三个氨基酸生态片段，能与胰岛素受体上特定区结合，激活细胞降糖信号，
为糖尿病患稳定血糖值，目前已获全球多达9国的专利认证，并已进行技术转移，以保健食品形态在全球销售，未来更将应用在临床用药上，为无数糖尿病患带来治疗的曙光。苦瓜生态是研发团队耗时10多年、历经数万次分析的成果，与众多苦瓜效性成分中独家鉴定出关键降糖生态，发挥类胰岛素的功能。研究发现，摄取高糖分的实验组在食用苦瓜生态后，饭后2小时血糖降低53%，原本8周3成的死亡率，亦因苦瓜生态的作用出现淋巴病率及100%存活率，甚至糖尿病患及易引起的眼部病变也减少50%风险。苦瓜生态具有显著调降血糖的特色，将是作为预防糖尿病保健食品的绝佳成分。研究更证实，苦瓜生态可透过血糖代谢牵动体内脂肪代谢能力，4周内减少25%体脂肪囤积，有效减肥并促进肌肉生长，可预防糖尿病中期及后期常见的肌肉萎缩。此外，在诱导发炎的实验中，苦瓜生态也展现快速消炎能力，证实苦瓜生态之降火功效。研发过程中费时多年，测试过上千种植物及中草药，好不容易找到有潜力的素材，再经过各种科学化的研究，确认作用靶点及机理，并经过专利制程以及产制的优化，大幅提升有效生态的含量，才达到可接受的成本及可量产的规模。苦瓜之所以会帮助降血糖，是由于过去的研究文献中指出，苦瓜里有3种能够帮助降血糖的活性元素，分别是苦瓜生态、苦瓜素及苦瓜皂苷。这3种成分在苦瓜里的含量并不高，如果没有透过科技化的萃取技术把这些元素萃取出来服用，一次得吃上300条以上的苦瓜才能达到效果。市面上很多使用苦瓜萃取的保健品，含有的都是廉价的苦瓜素跟苦瓜皂苷，更不用说是一般的苦瓜油、苦瓜汁、苦瓜粉等等的这些物质，通通都不能直接结合在胰岛素受体上进行糖类代谢的工作，所以很难有显著的降糖效果。而科学实验证实，苦瓜生态是唯一能够直接结合在细胞膜上的胰岛素受体，打开血糖通道，直接帮助降糖的天然成分，等于有直接替代胰岛素作用的功能，降血糖的效果特别的明显。但前提是经过专利定序确认结构的苦瓜生态才证实有此效果。突破性的发现证实苦瓜生态惊人的降血糖效果，此研究被视为糖尿病的福音，不但连续在2013、2014与国际知名的生物医学期刊《农业与食品化学》JFC 发表，在今年2016年更在国际顶尖期刊《食品化学》中刊登。此研究更获得欧盟、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日本及台湾等9个国家授予专利的证书，并于2014年荣获经济部的国家发明奖。在2016年，苦瓜生态更荣获德国纽伦堡发明奖银牌的肯定。生技研发团队以突破型逆向操作的思维，颠覆过去医药界对于血糖调控机制的既定模式，以创新的机制模式让胰岛素受体苏醒，自行结合胰岛素受器，再加上苦瓜生态为天然萃取物，让国人可以在不伤害身体及食用安全的双重保障上，安心作为日常预防保健食品之用。借由天然保健食品容易普及的特点，在不加重伤害身体健康的前提下，让每位消费者每天摄入的糖分能轻易的在体内加速代谢，在忙碌的生活中健康又轻易的摆脱高糖分饮食的危害。所以防治糖尿病必须概括预防跟治疗的部分，人们迫切需要一个效果明显、不副作用、方便取得的高效调控血糖的一个保健品。苦瓜生态虽经我们的实验证实有降血糖的功效，但还是需要经过精密的萃取及特定的生态的序列的片段才能达到此效果，并非吃到苦瓜就可以控制血糖。专利苦瓜生态跟一般市售的苦瓜保健品及其他的降血糖产品不同，苦瓜生态是唯一能够帮助高血糖的朋友在不伤害胰脏的前提下，直接结合在胰岛素受体，打开血糖通道，让血糖直接进入细胞代谢的唯一的纯天然物质。不仅在二型糖尿病友上产生又快又安全的效果，在一型糖尿病也同样有效。不仅糖尿病友适合，更适合现今不爱运动的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降低糖分、消除脂肪、修整身材曲线等等。不久之后，苦瓜生态就会透过各大管道的品牌保健品先与消费者见面，未来更会迈向新药的开发，让高血糖的治疗迈入一个新的年代。苦瓜生态借由天然保健食品容易普及的特点，
在不伤害身体健康的前提下，让每位消费者每天摄入的糖分能轻松地在体内加速代谢，摆脱高糖分饮食对身体的危害，最重要的是更能远离糖尿病上升对健康造成的重大威胁。不想依赖药物的控制，那糖尿病患者需要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除了正常的作息与饮食，减少摄取高脂肪食物，补充膳食纤维，规律运动，维持正常的体重外，建立自身的每日保养功课，以大自然最天然的食物来改善身体的代谢异常，是最有效最没副作用的方式。当然，已经罹患糖尿病的患者初期一定要遵守医嘱服药，定期检验血糖，同时开始建立适合自己可持续进行的保养方式。糖尿病已成为21世纪威胁人类健康最严重的慢性疾病之一，而唯有彻底落实糖尿病的预防保健工作，才是让糖尿病不上升的不二法门。面对四季可怕的糖尿病，我们希望苦瓜提取生态能够帮助你有效地调整血糖，战胜糖尿病。